technology changes the world. But not on its own. Hardware needs heart. Software needs soul. When we match compute power to instinct and acceleration to imagination, tomorrow comes alive. We make processing powerful and computing adaptive to inspire great leaps, fight new battles, and ignite AI. For us, it's not what we achieve alone, but sharing a vision to solv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s. Because together, anything is possible. AMD, together we advance.目前我们 AMD 大概全球将近22000名员工，那我们主要就是希望在我们的愿景是在高效能运算，在绘图视觉技术能够建构在游戏还有深度的沉浸式的平台，包含资料中心的连结，那与全球500强企业，包含在座各位在线上的开发者一起做合作，那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我们的工作、生活跟娱乐领域，能够借由我们的努力，能够往下一个时代推进。那今天很荣幸透过主办单位的邀请，那我希望能够聚焦在我们最近才发布的次世代的 FSR 跟 Traces FX 的技术的领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想简单介绍我自己，我是 Alien， 那主要负责开发者关系，还有全球的 BRAR 的业务的范畴。那首先我想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在地的这些开发者，因为在接下来内容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近期跟台湾在地的团队有一些很紧密的合作。那这在我们全球的在进行 FSR 这一项技术的导入里面，我们确实达到了大家的目光。好，我想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目前很主流的应用，包含了云端、好超算中心，那还有5G 跟所有的硬体的架构底下。这当中的应用可能是 AI 或机器学习的部分，那当然也有自驾车，还有一些 IoT 联网的设备。那这当中我想今天刚刚有提到，我希望能够再聚焦在游戏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回头看一下目前在整个 worldwide 的统计里面呢，将近超过500万的游戏玩家是透过 AMD 的硬体跟平台在 enjoy 他的娱乐或者其他工作上面的生活。那也许呢是透过我们的桌上型的或者是移动端的平台的显示卡，那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电竞笔电，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各位工作上的工作站，然后这当中也有可能是我们近期大家很熟悉的掌上型游戏机，那也有可能跟我们的策略伙伴使用的移动平台，那这当中当然有大家最熟悉的家机，那还有一个近期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有关自驾车也可以 enjoy 在游戏这个领域上面。所以对我们来跟开发者 engage 的时候，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能够支持所有开发者在 AMD 所有的游戏平台上面的开发与创作。当然我们的使命是希望跟各位线上开发者还有全球开发者能够产生出最好的游戏体验，这当中包含很重要的就是在游戏中的稳定性、流畅度，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完整的还原原创 IP 的创意跟设计。我想这是所有开发者所希望维持住的东西。对，那
这边有一个近期公布的重点，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 TGDF 再跟大家 rehearsal 一次，就是有关我们的 FSR 2.0 的部分。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技术性的 section， 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各位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会后呢到我们的官网有一个 FSR 专业，或者到 GPU Open， 我们有针对整个技术性的讨论做 deep dive。那这边也再一次感谢就是各位开发者还有全球的这些技术人员游戏开发商的支持。从去年六月开始我们公布 FSR 这个技术以后，目前已经有超过110款游戏支持 FSR。那这个也当然除了各位努力，也就是同样也是对了 AMD 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技术能真的帮到这个产业，我想这就是符合我们当初刚刚一开始提的愿景。那这边是在前期呢我们公布 FSR2 的时候呢，有一些提早完成的游戏让各位媒体或者是玩家试玩的给一些反馈。大家可以看简单看一下，确实呢我们拿到了很多很正向的回馈，然后尤其呢各位可以看到说他们很多的讨论串其实就是当我们从 2.0 往回看 1.0 的时候是有绝对的技术性跟品质的提升，那这也很感谢。那接下来我会用三个案例跟大家来大概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台湾在地中台湾的一个团队 Acme， 就是 Acme Studio， 他们近期推出了一个失落名城 Asterigo， 它是以角色扮演动作的游戏，然后以古典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神话做传灵感，然后打造出一个以亚佛斯城这样子的背景，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动作游戏，你必须要透过不断关卡的前进，然后最后解出这个谜团真相。那当然各位也看到说借由 FSR 开启他们能够维持良好的品质底下，最主要能够更顺畅的享受游戏。那各位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也敬请期待这款游戏的上市。主角在跟几个关卡的大魔王在打的时候，其实他的动作游戏需要反复的找到可以破解这个关卡的一些技巧，所以游戏的流畅度相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除了创作者本身他们的坚持以外，我们希望能够从底层技术去支持他们。那当然这款游戏也会在加机上面去做发布。下一款游戏一样是来自于台湾的团队是我们北台湾大宇资讯他们近期即将要推出的一款游戏《女鬼桥》的 Bridge of Spirits。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它是一款改编自悬疑电影《女鬼桥》，那是一个第一人称的恐怖游戏。那它是以台湾校园的灵异故事为背景。那当然绝对伴随着恐惧还有一些不安的这样子，然后因为毕竟在学校校园故事它会有一些
青春期的幽默的这样的背景。那这一部分的画面就是他们第一人称实际游玩的。只要我们照上面说的做，就可以救学长哎。啊，你认真？啊，我知道你不信啦，但不是怎么知道？钥匙跟被封起来的房间，真的假的？还真的都有。我们在这里搞这些，会不会得罪这些好兄弟啊？快躲起来！快走！我们要逃去哪？我都已经说结束了哈。三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人犯！你们都去死吧！他想保护的就是这个吧？难怪一直阻止我进来。够了，真的够了！快，阿全，门开了！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好，大家敬请期待。我自己在试玩或者是在跟制作人在谈了解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非常的期待这部作品，而且我自己在试玩的时候确实只敢在白天玩，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好，接下来这一样是在台湾的一个小团队，但是我相信大家也许都听过这款游戏叫《记忆边境》（Fantasy）。那我们也邀请到他们的技术团队，给一些他们在导入 FSR 上面的经验分享。克的瘟疫武器系统游戏将在今年2022年8月10日于多平台上市。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将 MDFSR 导入我们专案的经验。接下来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将 AMD FSR 导入 Unreal 游戏专案。过程很简单，因为 FSR 已经封装成 Plugin， 整个导入的过程只要几分钟。仅需将 Plugin 放入专案内对应的资料夹位置，在引擎内开启 Plugin 选单，找到 FSR， 再勾选启用即可。导入 FSR 的过程中，最费工的部分是在专案中制作开启和关闭 FSR 所需要的 UI 界面。在界面完成后，使用 FSR 提供的 API 即可简单调用 FSR 相关的功能。几个比较要注意的点是，如果游戏在导入 FSR 之前就有提供调整解析度比例的功能，那在开启 FSR 时就应该把调整解析度比例的功能关闭。而调整 FSR 相关参数的 UI 在 FSR 关闭时也应该要一并关闭其功能。导入完成后就能进入游戏测试了。开启 FSR 后，除了有多个等级可供选择之外，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等级调整锐利度。AMD 官方是建议可以由团队上的美术给予锐利度一个预设值，以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这样就可以让硬体比较不好的玩家，也可以在不损失画质的情形下，尽情享受大家用心制作的游戏。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关注即将上市的记忆边境。OK， 大家也看到这一款游戏其实是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他在角色扮演的动作游戏，然后他以写实的风格去在中世纪一个黑暗风格去渲染出的一个死亡气息的游戏氛围。那我个人在他们封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尤其他们在跟这些关卡的魔王在打斗过程当中，你可以其实很 enjoy 它这样子的氛围。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几个在台湾的这个团队一起导入在 FSR 过程分享。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全球在第一个 wave， 我们跟各位游戏厂商所结合的，可以第一个是死亡循环。Deathloop，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导入 FSR 的过程以后，可以看到明显的帧率提升，同时也维持住视觉影像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战神，
Golf World 我们以一个相对来讲是中阶的电竞显卡下去去执行这个游戏，在 4K 的状况底下，我们同样能维持在这样的帧率，那当然视觉的品质也是同样维持住。那各位也可以敬请期待同样的 FSR 技术会在游戏机上面能够实现。那相信 这款游戏大家一定不陌生，是模拟农场 Farmer Simulator。 这款游戏就是相对拟真的一个游戏，所以我们以一个相对入门的电竞显卡6650这样 的配置底下，然后能够提升它的帧率，我想这个对一个相对虚拟农场这样子游戏是拟真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里面呢，能够透过 FSR 把这个游戏的流畅度能够完整的让游戏玩家能够体验，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希望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死亡循环 Death Loop。 所以FSR 不只是在刚刚看到各种设定上，其实那我们也相对提供玩家几个档位可以去做选择，也就是说对应到您的不同的硬体的配置，可以达到我们之前跟这些游戏厂商达到的最佳化设定，像是FSR 有 Quality 还有 Balance 或是 Performance Mode， 那可以借由你的硬体达到最佳化的选择，同时能够维持住你的影像的感觉。那这个是呢，当我们近期大家所关注的Ray Tracing 光追的部分，即便你开启光追在 Deathloop 上面，我们都知道Ray Tracing 开启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到我们 performance， 但实际上借由 FSR 又把效能再反复提升回来。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一件事，就是MD 提出来这个 FSR 技术相对来讲把游戏玩家的效能给维持住了。那这个部分呢，是除了我们 FSR 既有的优势以外，我们也将 source code 给 open， 然后也因为我们的技术原生于不架在锁定在机器学习这样的架构底下，所以它是不锁定硬体的，也就是说除了 AMD 以外的游戏平台，其他的硬体架构也是可以支持，当然还有包含游戏机。那这是我刚刚提到的说，除了我们既有的平台可以依照不同的硬体配置，当然也可以支持其他家的硬体。我想各位如果开发者或者是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来到我们的官网，然后关注一下我们持续的公布。那当然我这边也做一个整理，就是如果有需要，我们除了官网以外有 GPU Open、 AMD.com， 然后这些都是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那当然有一些新技术推出的时候，我们也透过 YouTube 给大家有一个 high level 的简介。 OK， 我想再次感谢我们亚太区包含台湾在地的团队，在我们第一波FSR launch 的时候就直接就三个 content 就直接那么在我们的FSR 这个 wave， 所以再次感谢这个 Acme、Pharmacy 跟 Softstar 的团队。好，接下来我会邀请我们的技术团队给大家针对 FSR 还有Traces FS 做一个简介。各位参加本次台北游戏开发者论坛的伙伴们，大家好，很荣幸这次可以代表 AMD 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技术。因为疫情的影响，这次只能以录像的形式来呈现，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喜欢接下来我所要分享的内容。这次我们的主题是 FSR 2.0， FSR 的全称是 Fidelity FX Super Resolution。 对于还不了解 FSR 的伙伴们，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FSR 是一个用于将低分辨率渲染输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算法，在使用上采样到高分辨率输出的技术，在保证高质量画面的同时，依旧可以降低每一帧的渲染开销。那使用此技术可以大大提升帧率，甚至可以省下 GPU 算力来进行其他的需要更高消耗的计算，例如光线追踪等技术。在去年，
我们就已经先行推出了 FSR 1.0 技术，并且备受游戏开发者和游戏玩家的好评。这次的 FSR 2.0 同样秉承了 FSR 1.0 的设计理念，超级分辨率、跨平台支持、源代码开源、易于集成以及高效的优化。对于跨平台的支持，与 FSR 1.0 时一样， 2.0 依旧不会限制 GPU 的品牌，可以说几乎所有主流的 GPU， 无论是最新的产品或是多年前的陈旧架构，都可以正常运行 FSR 2.0。 FSR 2.0 并不需要机器学习，因此可以根据开发者的需要移植到包括游戏主机在内的各种硬件设备上。FSR 2.0 依旧坚持 MIT 的开源协议，我们对于开发者如何使用源代码没有任何限制。在各位看到此视频的时候， FSR 2.0 应该已经开源发布在我们的 AMD GPU Open 网站上，其完整的源代码也可以从 GitHub 上找到。和源码一起发布的还有基于 DX12 以及 Vulkan 的示例程序，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基于 UE 4.26 和 4.27 的插件，甚至是最新的 UE 5也会获得支持。如果你对游戏主机开发更感兴趣，那么会有一个使用 GDKX 开发的示例程序，提供给 Xbox 的注册开发工程师使用。由于 FSR 2.0 的复杂度有所增加，我们无法再像 FSR 1.0 中那样只提供几个简单的 shader 文件，因此我们重新设计的整套 API 框架来合理的调用 FSR 2.0， 而 FSR 2.0 也将以库的形式添加到你的应用中。之前提到的 DX12 和 Vulkan 版本的示例程序都是基于这一套 API 所开发的，你也可以修改任意源代码，将 FSR 2.0 改造成你所希望的形式，当然也可以自行添加新的 backend 实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不受限制的将 FSR 2.0 移植到任何你想要的平台上。这次对于 FSR 2.0 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超级分辨率，我们依旧和 1.0 类似，还是提供了四档画面选项。但由于 2.0 拥有比 1.0 更加优秀的画面表现，完全可以使用更低的分辨率的输入来达到比 1.0 时更好的输出画质。因此我们移除了在 1.0 中的超级质量模式，也就是之前的 1.3 倍的放大倍率。取而代之的，我们额外加入了一档超级性能模式，画面拉伸比例甚至高达了9倍之多。这张表是基于 FSR 2.0 beta 测试时所统计的性能表现。以 6800XT GPU 来举例，在输出目标为 4K 质量模式的画质下， FSR 2.0 每帧耗时只有 1.1 毫秒。对于低端型号的 GPU 来说， FSR 2.0 依然可以做到帧数的提升，但由于自身的开销占比更大，总体的性能提升会有所下降。各位开发者可以对比一下自己游戏中的实际帧耗时，就能粗略地估算出集成 FSR 2.0 后将能获得多少帧数的提升。当然想要充分发挥 FSR 2.0 的实力，前提是游戏本身不能出现 GPU 上的瓶颈CPU 上的瓶颈，因为如果出现 CPU 瓶颈，必将导致 GPU 的空闲，而使用 FSR 2.0 后只会让已经空闲的 GPU 变得更加空闲，这并不能帮助你的游戏提高更多帧率，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于 CPU 的优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SR 相较于 1.0 做了些什么技术上突破。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FSR 1.0 技术。FSR 1.0 采用了 Spatial Sampling， 也就是基于空间的采样算法。其所有的输入只有一张以低分辨率渲染的 Render Target。由于采样的数据来源有限，所以为了提高输出的画面质量， FSR 1.0 需要在输入前就事先做好抗锯齿的处理。因为任何在输入时依旧存在的锯齿都会被 FSR 1.0 一并放大，并且会变得更加显眼。FSR 2.0 则改用了 Temporal Sampling， 基于时域的采样算法。因此 FSR 2.0 不再依靠一张 Color Buffer 作为输入。这次开发者需要准备好深度 Buffer 以及 Motion Vector 作为额外的输入。而 FSR 2.0 自身也会在内部保留上一张的输入输出，作为下一帧的历史帧数据。另一个与 FSR 1.0 不同的地方是 FSR 2.0 不再需要事先做好抗锯齿，其内部实现的新算法可以在放大 图像的同时做到优异的抗锯齿效果。整个游戏的渲染管线可以只依靠 FSR 2.0 就完成抗锯齿。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FSR 1.0 时的管线集成。在抗锯齿与 FSR 1.0 之间，我们还需要一个额外的 Tone Mapping。这是由于受到算法的限制，我们需要事先将输入的格式转换成 sRGB 的非线性色彩空间。这对于一些原生支持 HDR 的渲染管线来说，并算不上友好。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FSR 2.0 的集成管线。2.0 的输入使用了常用的线性色彩空间，因此我们不但可以省去前置的抗锯齿，以及可以额外的省去 Tone Mapping。 FSR 2.0 内部可以有效的处理 HDR 格式的数据输入。这里我们再细分一下输入与输出。FSR 2.0 从管线接收三张图片，在管线内部保留的历史帧总共需要四张输入图。细心的伙伴们一定可以发现，像这种结构其实和 TAA 抗锯齿技术非常类似。因此呢，从外部来看， FSR 2.0 其实就是一个功能更加强大的 TAA。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再需要额外的抗锯齿的原因。基于以上特点，我们也对 FSR 2.0 的集成耗时做了一些评估。对于已经使用了类似技术，比如 DLSS 2.0 的引擎，大概只需要三天左右的代码集成时间。其次，如果已经实现了 TAA 抗锯齿技术，说明引擎已经准备好了 FSR 2.0 所需要的一切输入，那么集成时间也会很短。而如果你的引擎并不支持 TAA， 则你需要先花一些精力将 TAA 相关的数据计算并实现好。最后是连渲染和显示分辨率都尚未脱钩的引擎，我们估计可能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大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补上这些缺漏，最终才能完成整个 FSR 2.0 的集成。前面我们提到 FSR 2.0 相较于 1.0 有了更好的画面表现，其主要得益于使用了时域技术。每一个像素可以获得更多的采样数据，因此可以在画面放大后重构出更好的细节。从图中看，左侧是 FSR 1.0 超级质量模式的截图。我们可以看到草丛的叶子的尖端由于几何体变得十分细小，仅依靠空间采样算法不足以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重塑叶子的边缘，画面中充满了锯齿。
对比右侧则是 FSR 2.0 的性能模式。可以明显的看出 2.0 的边界线条平滑得多，聚酯感也大大降低。前者放大比例是 1.3 倍，而后者则是2倍。这说明 FSR 2.0 即使使用更小的输入图，也依旧可以得到超过 FSR 1.0 的画面质量。在时域算法带来的画面提升同时，但也带来了更多挑战。我们在 TAA 抗拒者算法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同样也会出现在 FSR 2.0 中，例如画面的模糊、像素闪烁以及鬼影等情况。对于第一种画面模糊，由于历史帧的重投影采样，不可避免需要用到一些 filter 来提高质量。使用锐化来对抗画面模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在 FSR 1.0 时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像 Archive Pass 来进行画面拉伸的后处理还原。 FSR 2.0 依旧会使用升级后的 Archive 并进行更高效率的锐化算法。而对于后两者的处理，传统的 TAA 中其实也已经有了许多解决方案，比如颜色截取、深度截取等，这里就不做过多解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TAA 的算法细节。这里想和大家聊一下的是 FSR 2.0 中新增的一些解决方案。首先是 Scene Feature， 或者说针对非常细的画面要素做一些额外的处理。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栏杆由于离开摄像机非常远，它已经不足以填充一个像素的宽度。对于摄像机进行抖动采样时，并非每一帧都能够采样到栏杆上。在做传统的颜色规正时，很容易将采样到的栏杆剔除掉，这会导致画面中组成栏杆的线条在频繁闪烁，发生断裂，或者根本就完全消失。因此我们采取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套锁定机制。 FSR 2.0 会利用输入的数据检测细小的物体细节，并对应生成一张 mask， 其中标记出需要锁定的像素位置。在下一帧历史帧数据归正时，这些细小采样数据不会被丢弃，而是放大了采样权重。如此一来呢，原本闪烁的像素就可以稳定下来，而画面中的细节也可以被保留。我们这里拿 Deathloop 死亡循环这款游戏的画面来进行一个说明。左边的原生画质在绘制远处的热气球时，蓝锁的线条已经无法完整的显示。中间是 FSR 1.0 的质量模式，由于使用更低分辨率的输入图，蓝锁甚至已经完全消失。而右侧是 FSR 2.0 的质量模式，从图中可以看到蓝锁被完整且稳定的绘制出来，这就是Scene Feature 的锁定机制所带来的好处。在 FSR 2.0 的开发过程中，不少提前参与 Beta 测试的游戏开发者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反馈。其中为了解决鬼影的问题，我们从 Beta 3开始引入了新的 Mask，可以作为备选输入数据。所以大家在最终开源的 FSR 2.0 中应该会看到如图所示的修改后的五张图像输入。新添加的 Reactive Mask 和 Transparency and Composition Mask
专门被设计用来针对不同的可以产生鬼影的场景。Reactive Mask 用来对应一些例如粒子效果等，直接绘制在画面上，但不会出现在深度 Buffer 或者是 Motion Vector 中的内容。此类像素无法在粒子帧中被采样或被重新投影定位。如果事先在绘制这些内容的时候将像素的位置一并记录到 Reactive Mask 中，那么 FSR 2.0 就可以正确的识别这些内容，并且忽略粒子帧中的采样数据，从而避免鬼影的产生。另一张 Transparency and Composition Mask 则会涵盖更多的特殊情况，其主要处理那些拥有正确的深度 buffer 和 motion vector 信息，但是帧与帧之间几何表面的着色无法一致的物体，比如常见的透明物体，其像素的颜色受背后物体的影响，还有使用动态纹理的物体，其表面的颜色会随时间发生每帧变化，无法使用常规的投影重投影找到对应的历史帧位置，以及因为动态光源等产生的帧与帧之间不一致的光照情况。例如玩家拿着手电扫过黑暗的环境时，相同位置的物体可能会在前后帧中存在巨大的亮度差异，直接对历史帧采样则会出现明显的高亮鬼影。对于以上的情况，就需要开发者将内容标记并放入对应的 Transparency and Composition Mask 中，以供 FSR 2.0 在修改历史数据的权重。这里我们还是拿死亡循环的游戏画面来举例，图中摄像头发出的光线并没有记录在深度 buffer 中，这是典型的特效绘制效果，因此这些光线所覆盖的像素也会被记录到 reactive mask 中。而摄像头上的灯泡是强光物体，并且有透明混合，所以它会被另外记录到 transparency and composition mask 中。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所分享的关于 FSR 2.0 的一些内容。由于时间有限，所以我无法涵盖更多的细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登录 GPU Open 网站。那届时呢 ，FSR 2.0 应该已经正式开源，并提供所有开发者下载。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将 FSR 2.0 集成到更多的游戏中。同时也希望大家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意见和反馈，谢谢。今天呢我会来去介绍一下我们 TraceFX 的最新版本， TraceFX 在 UE4 中 TraceFX 5.0 版本。我们之前的版本呢是 4.1 版本，但是 4.1 版本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对这个版本呢做了很多的改进，不管是simulation 部分还是渲染部分都做了很多的改进。看一下今天的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如果你之前有尝试去集成我们的 4.1 版本到 UE4 里面，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就是工具方面导出的部分啊，我们 Python 的工具从 Maya 里导出这部分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是我们物理模拟的部分可能那个效果不是特别正确，然后就是渲染部分可能对于UE4 的管线里面的 shadow 啊还有 shading 啊这部分支持的不是特别的完善。那么到了我们 UE4 TraceFX 5.0 那个版本呢，我们把之前遇到的主要问题都解决掉了，而且做了很多的改进。然后介绍完我们的 5.0 版本之后，还会去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在 UE4 里面做集成，
具体的这些文件，具体的这个文件的文件夹的情况，还有文件的情况，以及集成到 UU4 里的具体的步骤。集成之后呢，我会还会去介绍怎么样在 UU4 里面去使用这个新的版本，因为它有很多新的编辑器，还有新的这个材质方面的使用。最后呢，我会去讨论一下关于我们未来的这个 TraceFX 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 4.1 版本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就导致了它甚至不能正常的运行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些问题呢，主要分成了四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导出插件部分。目前呢，我们导入插件最大的支持是你的动画骨骼绑定的时候，一个顶点最多绑四根骨骼。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资源绑定的这个骨骼数量超过了四，你必须要对你的资源做一些修改，要不然就没办法使用 TraceFX。然后呢，就是你在从玛雅里往外导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那个关键帧不是我们默认需要选择那个关键帧的话，可能导致导出之后再导入 UE4 之后，不管是 Strands 还是 Clean Mesh 都可能会做了两次蒙皮，就会导致后续的一些错误。那么就算你正确的导出，然后正确的导入 UE4 之后呢，你再去开启我们 SDF simulation 部分的 SDF 功能来去做仿穿透处理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SDF 呢，就是有符号距离场。通过 SDF 呢，可以实现避免穿透的这个效果，特别对于一些长发的女性角色，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最后的渲染部分呢，它之前对于虚光管线的支持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不足啊，包括不管是 shadow 啊、TAA 天光这方面，也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它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之前的 editor 部分可能不同类型 editor 用的是同一个 world， 所以会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TraceFX 的之前尝试用 TraceFX 的开发者反馈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在尝试用 SDF 的这个功能来做仿穿透的时候，然后可以发现这个 SDF 就是这个黄色的区域啊，它是可视化之后是一些 SDF 的类似于提速的格子，然后它的这个区域本来应该在这个 TraceFX Clear Mesh 的这个范围内，结果呢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巨大的这个错误。那么造成这样的错误呢，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比如导入插线的部分就有问题，没有正确的导出，然后呢就算正确导出了，也有可能在算 Clear Mesh 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 Clear Mesh。 因为UE4 它本身是不提供TraceFX 对 Clear Mesh 的这种可视化的功能，所以而且如果错了也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真的错了。最后一步呢，就是 SDF 的计算，因为 SDF 呢它是基于 Clear Mesh 在做计算来得到 SDF 的信息，所以如果前面的几步错了，后面的一步是肯定会错的，就算前面的几步都对，也有可能这一步会有问题。那我们呢就需要去定位一下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这个呢是这一页呢是我们另外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 simulation 所用的骨骼，就 TraceFX simulation 所用的骨骼和 UE4 skin mesh 所用的骨骼，这两个骨骼呢骨骼数据它不是同一帧的数据。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话相当于整个就错掉了，整个的 simulation 是错误的，它是完全不同步的一个情况。
那么很明显呢，我们需要去对这些问题做一下检查和定位，而且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个呢，就是我们5.0 版本需要5.0 版本所做的事情。我之前也说了，就是有可能有很多问题会造成这个 SDF 最终的错误。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策略来去做处理。那我们首先呢，可能是需要去制作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玛雅，在玛雅里制作一个相对简单的资源来做测试。通过这个资源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检查，然后呢去，首先呢是从导入插件这部分开始。首先保证它这个导出是正确的，对吧？导出正确之后，然后导入到 UE4 里面才会正确。就是如果导出正确之后呢，我们再接着验证这个 clear mesh 的计算是不是正确的。如果 clear mesh 的计算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最后再去验证这个 SDF 的这个计算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尝试去 debug 这个 simulation 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比如某些动画它可能播放的比较快，你可能看不清楚它这个问题发生的一个具体情况。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对它做一个重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后面会去介绍一下怎么样我们通过这个制作一个 video 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到逐帧的去做判断，去做检查。这个就是我们的制作的这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资源。然后呢，左图和右图呢是两个关键帧。对，这两个帧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帧呢，相当于是这个 mesh 做了蒙皮之后，对，做了骨骼蒙皮之后，原始的这个 mesh 的位置并没有做变动。然后第二帧呢，是骨骼做了一些运动。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那我们呢就尝试呢从这两帧分别导出，然后再导入到 UE4 里面去看一看它的 clear mesh 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对，因为要去判断 clear mesh 是否正确呢，我们需要去实现这个 clear mesh 的这个可视化的这部分的功能，来去验证这个 clear mesh 还有这个 strand 的位置显示出来之后是不是和玛雅里的这个位置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实现了 clear mesh 的可视化，通过双击这个 red boy mesh， 就是 clear mesh 导入之后呢，是这个 red boy 呢是我们官方的这个资源，导入之后这个得到 red boy mesh， 然后双击它打开这个 transverse mesh 的这个编辑器，我们可以呢开启，就是通过选中这个 enable visualize mesh， 开启对这个 clear mesh 的可视化。在这个 transverse mesh editor 里面开启之后呢，你可以同时在这个场景编辑器里面也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对，这样就有利于去做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判断。通过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最终的这个 clear mesh 的计算它是应该是正确的。现在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分别导出之后就发现呢，从第一帧往外导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蒙皮的位置呢是，就是 clear mesh 和 strand 蒙皮是对的，但是如果从第二帧往外导出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 strands 和 clear mesh 都蒙了两次皮。所以呢，我们需要去首先去导出之前呢，去选择正确的这一关键帧，再往外导出。经过这一步呢，我们可以保证 clear mesh 的这个计算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能保证 SDF 的计算是正确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做一些验证。现在呢，有了这个 clear mesh 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可以来去做重现的，对之前那个问题做一个重现。对，
就是如果这个动画它就算它播放的很快，对，我可以把这个 Clear Match 显示出来，我还可以通过制作一个 video 的方式，就是用 UE4 的 sequencer 来做一个主帧的渲染，来去主帧的去判断到底是具体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你后面做了对这个问题做了处理之后，比如你修改了代码去做判断它是不是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制作一个相同的 video 来去判断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掉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已经修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呢是之前的那个不同步的一个状态，右边这张图呢就是不管是手啊还是尾巴还有那个头部它都是重合的一个状态。经过这一步呢，我们可以保证就是 clear mesh 这部分是对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处理一下对于 SDF 计算的验证。和 clear mesh 呢，我们需要去做 SDF 的这部分的可视化的功能。那我们用到了一个算法，我们把它称为 per voxel linked list， 它是对 per pixel linked list 做的一个改进，它是相当于一个 3D 版的 per pixel linked list 的这个算法，它可以比较方便的来去显示这个 SDF 计算结果，就这些 SDF 的对应的这种提速格子，然后到这个 mesh 的最近距离，它可以既显示长度，又显示出来方向。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结果。同时呢，我们还支持对这个 SDF 的分辨率做一个编辑啊，就左侧的这个 AOM number SDF cells 这部分可以做编辑，它有助于呢你去通过不断的尝试呢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分辨率，就是性能和效果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选中 Mesh SDF 下面的 Enable Visualize Mesh， 它也同时支持呢在场景编辑器里面去做预览。这一页呢是介绍我们通过 SDF 呢来实现防穿透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左图是没有开启 SDF， 它如果有时候动作幅度就是比较大一些，有可能会导致比如像头部那些位头部和肩部的那些strands 会穿透到身体里面，但是开了之后呢，这些 strands 还是被防穿透到外面去。SDF 这个功能呢，它不仅是可以用来实现防穿透这个功能，它其实呢还可以用来做就是手啊和这个毛这个动物身上毛的这个交互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ed Boy 的这个小手和他肚子上的这个 strands 的这个交互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它都是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效果。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 SDF 方面的改进，不管是这个editor 方面还是它支持在新效果方面，但是呢，在能够正常的去实现这个 SDF 的改进之前呢，我还想去介绍一下我们新的这种资源管理方面的做的一个改进，因为之前的资源管理它并不是十分的合理，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的发生。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啊，让它更加的合理。特别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这个编辑器的支持，在 UE4 里面，目前呢主要是通过两个主要的类来管理，一个是 TrustService Component， 另外呢是 TrustService Group Instance。然后比较关键呢是 TrustService Group Instance 它有一个 World Type 的这个成员，通过它呢我们可以来实现对于不同类型的 Editor 做一个管理，对。创建不同类型的世界类型，像资源管理器、资源编辑器，它会创建对应的类型，然后场景编辑器场景的编辑器，它也会创建对应的世界类型，
最后呢是这个 blueprint 这个 editor 它也会去创建对应的类型，这样的话就把不同类型的 editor 做了一个区分，不会相互之间产生干扰。然后呢就是对我们TransFX 相关 buffer 做的一个管理，因为有些是纯静态的 buffer， 有些呢就是需要去实时的更新的 simulation 部分实时更新的，有些呢就是 strange resource， 就是它需要去做差值啊，还需要渲染部分。然后呢这些不同的 buffer 在 editor 模式下呢，在不同的 editor 模式下也需要去做相应的处理。然后呢是我们在渲染方面做的一些改进啊。我们渲染方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4.1 版本呢我们默认的是采用 shortcut 这个方案作为渲染的一个主要的方案。shortcut 呢它其实是渲染三层的这个像素。但是新的方案呢经过简化，对 shortcut 进行简化之后呢只需要渲染一层。而且之前的 shading model 呢是卡基亚这个 shading model， 现在呢我们直接呢使用 UE4 的 shading model， 对，它是更加的物理，对，效果更加的接近真实，但是它的性能也会比较相对比较耗一些。然后在 deep shadow 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于AMD 的架构做了一个优化，就是它 deep shadow 它在渲染的时候可能会渲染一个像素啊，可能会有上百层，对，甚至几百层这样的一个纹理的写入。我们的做法呢就是通过 PPLL， 对，虽然 PPLL 它比较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去对这些上百层啊的这种分布做一个采样，随机的采样出来20层，然后去估计它的一个大致的分布，也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效果。下一个功能呢是我们的 Strand UV 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之前对这个功能的支持并不是特别到位，不能在UE4 的这个材质编辑器里面直接做编辑，现在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支持，可以直接在材质编辑器里面去获取 Strands 的 Root UV 还有这个 Strand UV 来去制作一些更加有趣的效果。最后的这个功能我们是已经去支持了 TAA， 我们去更新它的 Velocity Buffer 来去支持 TAA。 对于 Shortcut 的简化呢，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我们默认的这种传统的对于多层半透明的这个混合的公式啊，它呢是需要对多层的像素呢做排序的。到了 shortcut 呢，它虽然默认也是三层，对，默认是三层，但是它是不需要排序的。但是 shortcut 呢，它有两个主要的 pass， 第一个 pass 呢，它会去生成三层的深度数据，对，同时呢去累计多层的半透明的信息。第二个主要的 pass 呢，就是去做这三层的一个无序的累计，对 color 做 shading 之后，然后无序的累计起来。对，然后我们对 shortcut 做了简化之后呢，就是它第一个 pass 呢我们也做了简化，它同样还会生成多层的半透明的信息。但是第二个 pass 呢，我们第二个主要的 pass 我们会去只渲染它的第一层。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可能减少呢对材质数据，就新的 shading model 它依赖的材质数据尽可能存储少的这个层数的材质数据。就是 deep shadow 呢，我之前有提到，就是 deep shadow 它需要去渲染出来，就是它默认是四层的这个 hair count 的信息，用来做 global 的 scattering 这个效果。但是呢，它很多像素都可能会渲染上百层甚至几百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是性能开销非常大的。我们通过 PPLL 呢去随机的去采样，采样出来20层来去做一个近似的处理。Strand Root UV 和 Strand UV 这个功能呢，我们是在 TransFX 的 Vertex Factory 里面来去实现。
是 这个 struct fvert factory interpolons vs to ps， 它有一个成员是 float 四 texture coordinates 的这样的一个成员。我们呢会把这个 root uv 和 strand uv 把它给传到这个成员里面。对，这个成员呢会在 pixel seeder 里面，会在 pixel seeder 去调用 calculate pixel material parameters 的时候呢，在 pixel seeder 里面去产生，用来产生 base color 等一系列的相关的数据。而且我们对于原来的这个TransFX 在 UE4 里面的实现流程也做了一个重构啊。有 simulation 部分呢，我们目前呢也支持就是 clear mesh 的 bounding box， 现在在 GPU 端去计算，它是更加准确，然后是在这个 process SDF generation 这个 path 里面去算。对，然后呢我们为了去更好的支持 strand UV 这个功能，我们在 process strand interpolation 这个 path 里面去产生 strand ID 这个 buffer。 对，渲染部分呢，因为我们也要支持 differ shading 的管线，所以呢它会有TransFX prepass 还有 TransFX basepass。 TransFX prepass 主要是去生成 deep shadow 相关的一些信息，对，用来也是用在新的 shading model 上，以及在渲染光照的时候呢去做 cast shadow receive shadow 这部分。然后 TransFX basepass 这部分呢做的事情就相对比较多一些，一方面呢它需要去产生半透明的这部分的信息，像刚才提到的那 shortcut 简化之后，第一个 pass 呢只是用来生成半透明的信息，同时呢它还会生成材质数据，新的 shading model 需要材质数据，像 base color roughness specular 这些。而且呢它在这个大 pass 里面还会去更新velocity buffer 呢去支持 TAA。然后呢是在 renderLights 这个大 pass 里面呢，它会去处理像投射阴影啊、接收阴影这样的效果，以及去根据上面的步骤生成的这些shading model 相需要的一些信息来去做 lighting 和 shading。 对，然后目前呢就是在最后这个 render environment light 里面去支持对天光的支持。然后这个是我们TransFX 5.0 的主要改进的一些点。这个导出插件部分呢，目前我们最多可以支持16格的骨骼，就是不管 strands 啊 clear mesh 都支持最多支持到16格。这个的话对绝大多数的资源的话是已经足够用了。然后就是在导出的时候呢，你需要去从正确的这个关键帧往外导，避免它会蒙皮两次。而且 editor 部分 editor 和工具部分呢，我们现在也支持的比较完善一些，可以很方便的去做验证，如果出了错可以很方便验证出来。 simulation 部分呢就是把之前的一些问题都修正掉了，而且还重点完善了一下我们的 SDF 的这个功能。渲染部分呢我们现在支持了就是之前没有支持的很好的这些功能，现在都基本支持，而且呢去改善了它资源管理的方式，让它更加的合理。目前到现在呢基本上就介绍完了我们 5.0 版本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技术团队方程跟 Listen 的支持。这边我想再一次提一下，就是说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 GPU Open 看到 source code， 还有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透过我这边提供的联络方式，那我会来协助跟我们的技术窗口做对接。那当然各位也绝对可以有机会跟到我们的这些技术人员，像方程和 Listen 还有我们整个完整而且有技术含量的团队直接做对接。那这边我想我看到有 Slido 上面有一些问题，那借由这机会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第一个就是这个 demo 好像没有显示 FPS， 我想我猜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刚刚秀出来台湾三个团队做出来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而且很有体验的游戏。那因为
敬请第一个先敬请期待。我们有跟这些游戏商有在继续来介入有关 FPS 的讯息。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也许有大家有参与到封测后续因为即将就 launch 在这个暑假，所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直接来体验。那我相信这个数据绝对会让大家所满意的。那有相关的比较画面，像是 FSR 开启或是没有 FSR 的画面清晰度的差异，当然有的。然后像我们刚刚提供的投影片当中 Death Loop 死亡循环这部分呢，或者是其他款游戏呢，我们有准备类似，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 AMD 的官网 www.amd.com 上面有关 FSR 的画面或 GPU Open， 我们有直接做截取，也做了画面，意思是说各位可以透过那个 Mouse Cursor 直接去 switch on 跟 off 来做详细的比较，这个绝对没问题。那当然，各位如果有兴趣直接进到游戏当中，你可以来做游戏的体验，这是更有意义的。第三个问题是 FSR 2.0 的没有机器学习对于不同的 GPU support 这样的设计具备搭配 AI hardware 的 accelerate 硬体的装置使用率是比较低。确实的，这个答案第一个AMD 有计划针对 AI hardware acceleration 这部分的硬体的配置来支持像这样子的画面 upscaling 的这样的技术只是我们在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或者说希望能够极大化各位创作者、各位开发人员的大家能够使用你的受众能够更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一代跟二代的 FSR， 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更多的人能够 jump 到使用这个技术，然后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更多游戏的玩家可以玩到各位的游戏或者是其他的作品。所以确实我们在这部分能第一个刚刚也许大家有注意到方程的 share 如果 FSR 开启的状况底下，基本上只有用一个 compute shader 左右即便你去开启Ray Tracing 实际上的效果还是一样能够很明显的提升。没错，对资源利用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然后又不锁你的 hardware 的平台。那这个我相信是对目前来讲所有的软体，不管是游戏开发商或其他的产业来讲只要能够导入 FSR 的话，能够拿到立即性的优势。所以也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推出有关 AI 导入然后加速来针对 upscaling 的这个技术的提升。那我想目前我看到大概就这三个问题，不过没有问题，就是各位如果有开发者或是一般玩家，你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我刚刚的联络方式，或者是来跟我联系，不管是写 email 或者是我的 LinkedIn， 我会来跟大家串联到我们的技术窗口，来提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想再一次感谢，尤其台湾三个团队，然后在我们第一波提出 FSR 2.0 的时候，22个 content 我们就有三个团队在台湾被拿到全球 的平台上面提供支持，我想非常感谢。那对我来讲或对开发者关系来讲，我想最重要还是能够支持你们的作品，然后能够还原所有你们的创意，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期待看到你们下一份作品。那当然这当中也很多我们正在进行当中，请各位不用客气，然后我希望能够 support 你们的创作，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对 AMD 来讲是最重要。 OK， 谢谢大家时间，那我们再续，那也祝福今天的那个议程继续顺利进行。 OK， 谢谢。